这本来是要在内滩角色扮演《情深深雨蒙蒙》的。你什么时候收拾好？这是要穿到内滩看夜景、吃高级餐厅的时候的。这是本来要在迪士尼串来和唐老鸭合影的，选了那么多项，竟然一项都没完成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是你们的牺牲和我的熬夜换来了海明谦的康复。回江北见吧。傻坐着干嘛？你行李收拾完了吗？机票改签了。你不是说不能改签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哎，真的改签了？为什么改签？哎呀，突然想起这边有一家很好吃的餐厅，环境非常好，我想再去一次。哦，那我在酒店等你吧。你要是想去可以一起去。啊，带我。真的？不想去算了。啊，去去去。哎，我换身衣服，你等我一下。好好说话。我感觉你最近有点不对劲，突然对我特别好。你是不是特别渴望别人对你不好？我有那么贱吗？是你反常。我哪里反常了？又送衣服，又请吃饭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说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奖励你替我找到了海棠。你要是不想去，可以不去啊。啊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如果是喜欢你的。这手环闪了一天了，是不是坏了？没什么，不用在意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心跳过速了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运动手环。
我知道附近有麻烦的时候，你手环就会闪。要不你去解决一下？没关系，我不想因为他破坏了兴致。和我吃饭很有兴致啊。要不你还是去吧，大不了是个灵物嘛，反正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你解决不了的灵物。你确定？嗯，你去，我等你。等我下班。好。不会太久。嗯。